你知道企鹅其实会飞吗？我们印象中的企鹅走路都摇摇晃晃，看起来呆呆的，明明就有翅膀，但是只会用肚子滑行，它不会飞。这件事情困扰科学家许久，终于在2008年，英国广播公司 BBC 他们发布了一支企鹅飞行的纪录片，里面清楚拍摄到企鹅起飞的瞬间，而且它不是只有飞一下下哦，它是像候鸟一样成群结队。一起飞到几千英里之外的亚马逊雨林里面，是不是很神奇？有没有真的相信企鹅会飞的朋友？麻烦留个言告诉我。这其实是2008年 BBC 特别用动画制作的恶搞报道。现实中的企鹅是不会飞的。现在动画技术啊越来越方便，而且制作很便利，不像以前技术门槛那么高。所以打开手机，每天都在过愚人节啊，哪有差啊？祝福大家每天都愚人节快乐。